你觉得你可以撑到最后吗？可以，我要坚持到最后，加油。牺牲了，太恐怖了！哎呦我的妈呀！啊，陈婷啊，小队全被抓了！哎呀，全军覆没！啊，全军覆没！万万没想到啊，托亮哥和窦三秒的福，这么早就来了个团灭。白泽博士，看你怎么办。此时，北巫师和一群土匪追杀的男女主人公在宋朝满城逃亡。谢总，我来挡住他们。不，我要给你再一串。哎，你在这儿，我们两个不走不了。这个姑娘就是我们的信物，你拿着它，我一定会来找你的。走啊！好，我会守着步摇，等着你的。我会去找你的。王毅为了保护白若拔，一个个土匪打得落花流水，但却被巫师乘虚而入，命中胸口。幸好白若再次触发步摇的奇异能量，让王毅穿回了秦朝。与白若相隔1000多年的王毅，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只能看着步摇睹物思人。白若，我们何时才能相见？而白若也是每日以泪洗面，等得心焦焦啊。将军，你到底在哪里？队员们被秒得渣儿都不剩，白泽博士看到这个惨状，默默收回了10名猎人，并发布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复活任务。哎，复活！复活！由家族的人沈梦辰、贾乃亮依次选人组成两队进入复活赛，可是我已经没有体力了。拥有平安符的加速队员有即刻复活的权利，不需要参加复活任务。快千玺，快快平安符，平安符！千玺啊！第四个任务，两队对抗，整队复活。现在由打开神秘物的两名加速队员沈梦辰和贾乃亮依次选人组成蓝红两队，展开对抗复活赛。两队将被分别投放到有4名猎人但区域较大的秦朝，和有3名猎人但区域较小的宋朝。15分钟后，幸存人数较多的那一队整队复活。来吧，那我先选啊。我选啊，你是优先。我先选。等，你别给我选，别选选，我想选呢。你想选谁我就选谁。小女子不错嘛，竟然和亮哥干。小明哥，来来来，我以为你会选顾纯呢，竟然不是我。王源，谢谢亮哥。亮哥，亮哥，耶！我的第二个选的是，还不要我了？你运气不太好。那我选紫薯哥。但你第一个不选我，让我很伤心。我在考虑要不要去你那里。感情我是垫背的是吧？我回去了，我回去了。小明哥，小明哥，两位大爷，来来来来来来，站好站好。我们的 TFBOYS 不能要整装待发。亮哥，你把仨都带走了。哎呀妈！哎呀，又来一个，都齐齐的啊。接下来我要选择的是凉凉。凉凉。凉凉的吗？窦骁，我哎，巴结巴结我，你能不能巴结巴结我？19名加速队员在既不认真也不严肃的氛围里完成了很重要的分队，蓝红两队集结完毕。各位朋友们，我们队宋朝绝对不选，秦朝。超级对抗复活赛正式开始。以贾乃亮为首的红队再有4名猎人但区域较大的秦朝，以沈梦辰为首的蓝队再有3名猎人但区域较小的宋朝，
为了游戏更刺激，在两个区域内分别投放了史上第一台活体猎人插卡机以及等量的猎人卡。每找到一张猎人卡并插入位于主街上的活体猎人插卡机，对方区域就会增加一名猎人。15分钟后，幸存人数较多的那一队整队复活。来来来来，开个会，快快快！以我上次对这的了解啊，这有几个地方是可以绕圈的，所以是我们尽量往可以绕圈的地方走。但是呢，不能集中，因为一集中特别容易被抓，所以我们尽量两个人一队，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后面。我认为啊，一定是咱们找到了任务卡之后放猎人，互相残杀，肯定是放猎人，他们那边就被抓。对对对，来加油！加油！加油！哇塞，这猎人干嘛呢？猎人不动的呢吗？啊，插卡了，插卡了，我们需要找猎人卡片，贾乃亮，快！哎，快走！哎，大家记住啊，只有多分散，多分散，多分散。冷不冷？我先给自己罩起来，我先进来，你给我罩上，罩上，上面，对。你确定你要在这躲着不动了？对，谢谢你。不用客气，应该做的。娘娘，不要找那个猎人卡，也不要扶我那边的猎人去抓人了，反正我们自己躲好了，不要有意外就行了。为什么要增加对方的猎人卡？这样不好的。还好我们这个区域只有三名猎人。就算增加一名猎人的话，我们也才跟他们打平。刚才王俊凯又为我牺牲了，替我挡在了猎人前面，这任务我不做，我不会主动往那边放猎人。区域面积小很多的宋朝，猎人随处可见，但于心不忍的蓝队却心有灵犀的一致决定，不给对方放猎人，一心一意求自保。我们这边的刚刚定的策略是，我们好好女生好好躲着，他们去完成任务。哎，找猎人卡，三个要在一起，然后呢，赶快找猎人卡。不过秦朝正好相反，男队员们正积极寻找猎人卡，想给对方更多猎人，多抓一个是一个。这如意算盘能打响吗？这块应该还 OK， 还可以躲一下。这么快，妈呀！百米赛跑就直接这样子通过我了吗？我的天哪！我就是躲一上，在这里几乎没有办法去做任务。近视眼睛，来不及了，快！红队的陈欧在秦朝插卡成功，蓝队所在的宋朝放出一名猎人。原本就非常狭小的宋朝，已有四名猎人在密集搜捕，蓝队大事不妙。
是猎人全在我们这边吗？啊！你在上面走！我去！因为猎人增加一名，战斗力提升，蓝队一下子损失三人。猎人卡还真是攻击利器啊！那边是不是黄雅丽啊？黄雅丽，对，那边有黄雅丽。我现在就挨个给对方打电话，对方的人只要一接我就挂了。我的妈呀！猎人在这抓不到我吧？大张伟在给我打电话，我不接，他是想要故意扰乱我，他上次就是这样。哎，他给挂了。哎，聪明的女孩。潘明龙是不是在那边？对吧？好。猎人不论多与少，可都不会怜香惜玉的。喂，你是潘金龙吗？对啊。哎，我挂了啊。坏人。就是为什么两个都在这里喽？啊！天哪！不行，既然现在我们已经输了，我决定也得去拼一把，找更多的卡片。我觉得还是要去给我们队增加点希望。走吧，咱们走。红队还真是点儿背啊，接连被抓不说，还摊上个喜欢打骚扰电话的大张伟。哇，交友不慎哦。差距太大了，这样我们肯定要获胜了。棋局已经出来了，宋朝还剩七人。看还有几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我们有机会复活。只有一分钟，请问你们有见到一张卡吗？请问您有猎人卡吗？猎人卡。胜利就在前方，就在前方。原来除了电话声和警报声，咳嗽声也是紧要的点啊！红队简直兵败如山倒。复活时间结束，跳水王子的奥运幸运泳裤还真没白穿呢。我们在干嘛？能够复活了！复活任务结束，秦朝剩余四人，宋朝剩余七人，复活的一队是宋朝的沈梦辰队。Oh!
们复活了，太阳都出来了，你看。对呀、啊，太阳出来了。这是为我们出的太阳吗？啊！耶！哎呀，你说是应该高兴的，还是应该不高兴的？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一万点的心疼。窦骁放他们那儿好了。窦骁点儿背，我跟你说，真的，这是方的呀，孙呀，我跟你讲，这说出来一个人生的道理啊，做人要厚道，不能害别人。他不是，你跟你乐啥？你开始布置任务布置多热闹啊你。结束。来抓我，我要求一堂《速度与激情》的追刺。我跟你说。选错队吧，这是一个特别囧的事儿。我们的队长在一上来就被抓了。走了，亮亮，我们回去玩日子。没关系，这不就是最后一期吗？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没关系啊。谁说再也不会有了？就是这一季就结束了。你以一个失败的领导者为告终。你非得在伤口上撒把盐吗？亮哥，我对不起你们。哎呦。录的小咖秀好吗？没事儿，我们是最棒的。对，让他们受折磨去吧。复活任务结束，有平安符的易烊千玺和整个蓝队共11人复活成功。但男女主人公还天各一方，为了有个欢乐大结局，白色博士决定将11名复活队员分别投放到秦朝和宋朝去帮助二人重聚，并让队员们抽签决定各自的投放地点，然后发布了第四个任务。在区域内投放了一辆超像擎天柱的时空战车。哇！帮点都不让换，是什么意思？晕车的猎人。三十名，我一看30名猎人我就晕了。第五个任务，让男女主人公重聚，阻止猎人放出。装载30名猎人的时空战车已经抵达，在剩余5分钟时，30名猎人将被释放。秦宋两区域内各进入15名。想要阻止猎人放出，必须让在宋朝赵宅的白若和正在秦朝白府的王毅穿越后相见。将两人的步摇放入位于中指间的时空战车前的控制装置。公子，又见面了，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好不好？我们去哪？我们去这个跟你的爱人相见。OK。公主，又见面了。你不就刚刚那个看着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们要带你去穿越到秦朝去见王爷。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秦朝的黄晓明和宋朝的杜淳很快找到男女主人公，然而开普勒星球游戏控制室又出状况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什么鬼？我们游戏的时空系统出问题了。白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决赛，千万不能出现任何问题。稍等，这是什么？这是次元密码，但是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反编译的。烛龙，这是烛龙编译的。烛龙在哪里？他和毕方已经被放逐到第三空间，我们已经来不及逆转这一程序了。那加速队员就无法在两个朝代当中穿越了。没想到，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是要依靠地球人来解决危机。白泽博士只得发布了一个紧急通令。又来了，
时空穿越之门已经断电。想要往一百个穿越相见相爱到秦朝的珠矿里找到电池，并通过秦朝的神像向宋朝传递。紧急通令，在秦朝找到电池，传送至宋朝，重启时空穿越门。双方队员已经找到男女主人公，但宋朝的时空穿越门因断电而停止运转，无法完成穿越。重启时空穿越门的电池被投放在秦朝集市的一个竹筐中，队员必须找到电池，并通过秦朝的神像向宋朝传送。经过1000多年的蓄电后，在宋朝的神像中取出电池，放入时空穿越门即可恢复电力，让男女主人公穿越后相见。再将两人的步摇放入时空战车前的控制装置，阻止其中一个朝代的猎人放出。此时，秦朝的队员6人，宋朝的队员5人，考验双方默契配合的时候到了。哦，那我跟千玺得分开做。喂，千玺，这任务咱俩分开做啊。你带着这个公主去那个时空穿越那儿，然后我去拿电池啊。等一下。好啊，他要带我去找将军了。小朋友，你可以跟我走了。好，小朋友，你走太快了，小朋友。现在，宋朝的队员们分工合作，易烊千玺现代白若到时空穿越门，其他队员只能等，等秦朝的队员们传送救命的电池。喂，喂，小明哥，娘娘，你找电池了吗？等我去找，我现在就去找，好不好？好，我已经找王毅了啊。好了。因为小明哥在等我了，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任务，去吧，咱必须要做了，咱全速加速往那边跑吧，走。哎呀妈呀！刚出门就把陈翔给损失了，啊！没想到最后一切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啊！电池还没有找到，秦朝6人组就失去了2名男队员，太可惜了。我跟你说，秦朝那块特别不好躲，我今天躲在假山里，但那个山洞被我占塌了。早知道我们家毛坯房的时候要拆楼，你进去不就完了吗？这还省工钱。我不帮你看猎人了。就是这些筐，就这些筐里，这些筐哈。对，看看。哎，慢点，快慢点，快慢点，慢点。这到底买不买啊？没有啊，没有啊，哪里？慢点，哪里有？我买了你那个。没有啊，没有竹筐啊，没有啊，哪有竹筐啊？哪有啊？公子。你要带我去哪儿？算了，我带着你去见你的亲爱的。我今天遇到你好几次，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千万不要对我生情啊！公子，是要带我私奔吗？是啊。你慢一点。我实在是跟不上你的速度，慢不了，我必须得快。哇！这怎么个情况？天启，这边，这里，这个机器，
跟着他走可以吗？公主麻烦腿两步。你能背我吗？我试一下吧。试完。我看一看。好快啊！加油！一起加油 ！OK。啊，你在这儿等着吧。公子，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找白若？等一下，你的白若就来了。你先暂时跟着我 ，OK？ 啊。双方队员已将男女主人公带到时空穿越门，但秦朝的队员们还在找电池，宋朝的队员们只能被动等待。哎，急死个人嘞！娘，别动，别动，别动！你要找什么？找电池。电池是何物？我们可以帮你们找。近点，没事，姑娘，你小心点。啊，这不是说竹篮是吗？这是不是竹篮？小心点，姑娘。哎，我咋办？姑娘轻一点，姑娘小心点。哎，喂，摇，这个，来。哎，真的，现在怎么样？蔡少芬已经在秦朝找到电池，我要去取电池。我们去神像吧。反正都要去了啊，走。大路危险，走小路。我要去做任务，走。好害怕呀！现在神仙在哪？在这边。爷爷，我去吧。你帮我拿这个，帮我打开。神像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只有两步：一，在秦朝神像抽屉中放入电池；二，在宋朝神像抽屉中取出电池。可以了，打电话给宋朝的人。喂，张亮哥哥。哎，已经可以了，我们这边。好，我去找一下。秦朝的蔡少芬已将电池成功传送，只要宋朝的队员们尽快拿到电池，就能重启时空穿越门。小伙伴们，松气。电池还没有拿到，宋朝五人组就损失两名队员，距离猎人放出仅剩七分钟。拿到电池，帮助男女主人公穿越后相见，真的要快快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有电池已经空了。刚，呀，何必？哎呀，何必呢？啊，好了，行。大张伟在宋朝被猎人抓捕。公子，你拿的是？为什么你一直对他讲话呢？这是我的爱人，暂时的。祝你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谢谢你。喂，电池我拿到了。电池你拿到了，赶紧安上。然后我现在拉着这个王白夜，是不是白王夜在这个地方。我知道，我正在去的路上，等我啊。在猎人面前要做任务，难免有牺牲。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将电池送到时空穿越门，之前的努力就会白瞎。杜淳，你可得稳稳住啊。我去，小飞呢？杜淳躲过猎人重重搜捕，成功将电池送到。来，快，怎么看？时空穿越门重新启动。
在蔡少芬和黄妈黄绮珊的努力下，电力恢复，时空穿越之门已经重新启动，终于在上面见到我做任务的名字了。红涛，嘿嘿，你嘿嘿，我可以给你嘚瑟了，嘿。在黄绮珊和蔡少芬的努力下，电力恢复，时空穿越之门已经重新启动。穿越，哎，穿越是。公子，我们这是要去哪？啊，没事，我怕你跑呢，我抓着你。这，来。来了，将军，来了。在加速队员的帮助下，男女主人公穿越后重聚。现在只要将步摇放入控制装置，就能阻止猎人放出。但是，只能选择封锁一个区域的15名猎人。小明哥那边还剩四个人，要不放咱们这边？我们这边就剩我们俩，你们这边剩四个，放哪边？放我们吧，放我们也行。这是不管怎么选都要被骂的节奏啊！放我们吧，好吧，你们就剩两个人了，还是就放我们这边吧。对不起你们，哎，我衣服还穿着你的。那怎么放啊？就那我们俩先跑了，我们俩先藏了。好 ，OK， 你们藏。春哥，哎，30名猎人肯定躲不了，我要在主街上面摆个姿势。那就随便来吧，随便躲吧，反正我先找一地儿包着了。我就在这摆个姿势了。别在这摆姿势。拜拜。万一能躲呢？30个躲不了了，觉得。我再努力一下。加油啊，千玺！我爱千玺，我爱杜淳，但是对不起，因为我们那边还有4个人。黄晓明选择了封锁秦朝的15名猎人，虽然任务完成，但是真的有点难过了。被锁了。进入秦朝的15名猎人已被阻止，阻止进入宋朝的15名猎人将在时间剩余5分钟时被释放。快！时空穿越门怕是有点累了，小明哥稍安勿躁，他马上就自动修复了。被猎人屠城吓傻的易烊千玺和杜淳完全忘了他们也是可以穿回秦朝，不必留在宋朝等死的。哎，我得给千玺打电话，让他们穿过来。千玺，秦朝，千玺，宋朝危险，秦朝安全，叫杜淳哥去秦朝。经队友友情提醒，易烊千玺恍然大悟，奔向时空穿越门。千玺接电话，在通话。淳哥，在通话中。淳哥，千玺，来，千玺，我穿。喂，千玺。喂，淳哥，我已经穿越到秦朝来了，可以穿了，你快过来。那我不行了，我跑现在肯定被抓了。啊，那对不起啊。算了，就留我一个人吧，你走吧。啊，完了，可以穿过去的。淳哥那边很危险。哎，我正给你打电话呢。我穿过来了。我想让你穿过来呢。但是淳哥没过来。今天有命吧，能赢就赢了，赢不了就。而此时，在宋朝一个飘着雨的犄角旮旯里，男女主人公已经开始花前月下，狂虐单身狗了。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为什么？烛龙的负能量发生装置会被破解呢？是爱，地球人会为了保护同伴甘愿牺牲自己，这些都来源于这种力量。
不过恐怖游戏还在继续，只剩杜淳一人在宋朝苦撑。整个宋城是个空城，只有我一个人和十五个猎人，我一个人陪十五个猎人玩耍吧。来吧，保他们的安全，保他们的平安，全来抓我吧。距离游戏结束仅剩五分钟，宋朝的十五名猎人全部放出。杜淳，你只有冒死穿越才能自救了。完了，躲不掉了，必输的。十八名猎人在弹丸之地的宋朝区域密集搜捕，杜淳是他们唯一的猎物。一对十八个猎人，我一个人对十八个猎人。在稍大一些的秦朝区域，五名加速队员面对的猎人只有四名，时间所剩无几，他们似乎好像貌似可能应该已经做好了迎接胜利的准备。现在还有三分十一秒，哎呀，我们觉得不对，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两个。还有两分五十秒，电话铃声响起，八成不是什么好事儿。又有任务。本场游戏是终极假期赛，即使时间归零，游戏也不会结束，游戏将无限进行下去。啊！游戏将无限进行下去，直到剩余最后一人为止。啊！游戏将无限，哇！你们太无下限了吧，你们呀！他没有时间限制，怎么逃啊？那得逃到明天啊。对呀、啊、最后一搏逃到只剩一人为止。本场游戏是终极加速赛，即使时间归零，游戏也不会结束，将无限进行下去，直到剩余最后一人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一旦被抓，就只能得到当时纯真胜利币的十分之一。只有逃到最后的加速队员才能获得72万纯真胜利币，赢得纯真加速王的桂冠。我还以为还有两分钟，结果我想多了，没有用的。这个环节刺激了，完全是硬性淘汰制，即使我们的任务做完了也没有办法，就只能剩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才可以。啊，你保住自己，就只能剩一个人。对，我希望是你。我们俩可以一起走，万一有猎人出来，我扑他，你就可以跑。没有时间限制，怎么可能呢？对呀、啊，这个是不可能啊！这他妈谁规矩啊？洪涛的规矩吗？又是？哎呀！红桃规矩啊，我一刀剁了他，让他来跑跑看，跑这一个月跑死他。红爷，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哈？怎么样，我也算是个美女嘛。就是啊，我不美嘛，但是气质还可以噻。咋办呢、啊？我告诉你，咱就躲着，我看他要咋。对呢，我们两个一起进出。对。我天哪，来了来了。拼了命也得冲过去了，跑吧，不用躲了。没有绝境哪能逆袭？身处宋朝十八名猎人中心的杜淳，决定拼死一搏，穿回秦朝，寻找生机。没来，又一个。是这船吗？来，杜淳突破重围，站上时空穿越门，终于可以回到秦朝。天哪，秦朝，终于回来了！哎，哦，淳哥也来了，穿越了，咱们两个，他们两个穿越过来了，让十几个猎人自己玩吧。快跑脱了！游戏时间归零。
目前六名幸存队员全部都在秦朝，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坚持到游戏结束的胜利，而是坚持到只剩一人的成功，实在太残忍了。白泽博士，你这是被烛龙影响了吗？来了一个吗？来了一个，清洗清洗。这又有一个。怎么办？万一他要抓你，我就去扑他。行，你真行。我都要摔手机了啊！我张亮在秦朝被猎人抓捕，总数剩余五个人。张亮哥被抓，张亮哥，行，行，一个任务没做完，停，躲了一路。牛，牛，看见没有啊？我呢还叫藏，我那玩具就算打游击，这才叫藏。我那叫藏吗？不是，张亮干嘛在那里？死了，死了！我还以为我们几个人坚持到最后可以一起拿冠军呢，太残酷了。由于张亮被抓，剩余的五名加速队员离终极胜利又近了一步，但冠军只属于一人。四名猎人将在无止境的时间流逝中一直搜捕下去，惶惶不可终日的滋味倍儿爽啊！前期躲，怎么了？久经沙场的加速队员躲避技能可不是吹的，这样下去游戏可能要持续到明天后天下周下下周。 Oh no， 不会到明年吧？时间毫不留情地走着，五名加速队员拼了老命在躲，看着特心酸，好想单方宣布游戏结束啊！娘娘，我不玩了，这个红汤啥这啥规矩，我不玩了，我四点半飞机，我不玩了。哎，我妈，我不玩了，我不要玩了，哎呀，不要，抓抓抓抓抓，我不玩了，我抓抓抓抓，我抓抓抓抓抓，我不玩了。我不玩了，我让你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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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玩了，知道不？我太累了，我不玩了。我妈死了，我妈干嘛呀？她生病了，没吃药吗？怎么会这样子的？太突然了吧！黄妈太可爱了，我就喜欢她这样。黄妈应该是被抓了，听见黄妈的叫声了。黄妈又这样，不过黄妈今天特别厉害，一身新刷的身子。简直是这个游戏规矩太不要脸了，太惨无人道了！你们熊熊就想抓抓有啥用啊？不要抓了，游戏结束了。主要看气质的黄妈果然有性格，英勇自杀了。但不管什么死法，猎人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这我该怎么跑？
是绕过去。办法是真的，这是那个什么游戏啊？我变成王妈了，怎么这样子啊？怎么可以让人家这样死啊？我已经拼到最后了，啊！天姐加油，一定要活下来。为了 TF， 不好意思，要活下来，加油！切，太残酷了，泡完了都不行。小明哥，千玺你们要努力啊！看谁到最后。谁是英雄？目前只剩下黄晓明和易烊千玺两人，哦，怎么有种手足相残的感觉？好难过啊！剩我们两个人呢？我要被抓了！我要被抓了！我坚持不住了！啊，我坚持不了了！我想扑猎人，让他赢。是千玺吗？是。哎。千玺赢吧！OK。埃普勒三人组怎么都没想到终极加速赛的冠军竟是以这样的方式诞生的，现在只需要发布黄晓明被抓的信息，游戏就正式结束了。但此时的白泽博士却进行了另一个操作。全部游戏已经结束，易烊千玺，你胜利了！啊！白泽博士将并没有开发完全的语言系统暂时输入给猎人，以一种暖暖戳中心窝窝的方式宣告了游戏结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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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点难过，但是我希望他赢。千玺赢了。
黄晓明被抓，易烊千玺完成挑战，获得胜利币72万，恭喜易烊千玺成为纯真加速王！啊！加油加油加油！太棒了！来，天不行了，啊，吓死了！易烊千玺，啊，又做了一项公益，但这个公益呢，来之不易。你们呢？快回去！这些人是坏人，是坏人。我当然也想弃权了，但那堆游客怎么办？游客怎么办？在这儿这个任务也是为了帮难民多发点粮食，给你买的包子。多帮了难民，我觉得被捕也是值得的，值得的。该我们出马的时候了，咱们去找猎人王。猎人手机号能不能给我？长那么帅。猎人，猎人后面后面。哦，猎人。开始，跑啊！跑啊！跑啊！跑！跑！跑！我必须跑到最后，然后证明我是可以的。哇，开门，太棒了！好，王俊凯、易烊千玺获得最终胜利。Yes, yes, yes。帅，帅不行了。易烊千玺真帅气。易烊千玺终于赢得本季纯真加速王，所有加速队员在本场赢得的172530纯真胜利币将成为纯真梦想公益基金，一次启动本位寻真生产者联盟公益，支持帮助维护生态、不用化学肥料的劳动者们。放弃，永远都不要放弃。我不弃权，我不弃权，我一定不弃权。有我在，做人在，走，该我们出马的时候必须得上了。我就会一定要过任务。不管，没有别的离开。哇，好 ，Yes， 啊，我赢了，我赢了 ，Yes，Yes， 我赢了，啊，我成功了，哇，这就是全员加速中充满悬念与危机的游戏，请记得真实而真诚的我们，全力加速，勿忘初心。全员加速中，一起冲！游戏目标已经达成，开普勒星球首领帝俊、首席科学家白泽和他的助手精卫，将收集到的人类正能量数据带上了一号飞船。这些热腾腾的能量能否改写开普勒星球的未来？故事看似结束，下一次游戏会发生在哪里呢？